敲炮台吗？敲炮台，但是带扳手。他扳手，他扳手打王是天经地义的事啊，怎么了吗？直接传。痛！哦，好痛痛痛痛，痛不痛？不痛，痛不痛？我一过去就死了。你就贝壳的时候赶快蹲下。啊！贝壳的时候赶快蹲下，蹲下捡东西啊！你会马上拿到你的那个遗物，过来马上翘你的屁股，翘高，跳二阶了吧？有了有了，这个血量，我一直蹲着，哈哈，一直死啊！都换了，第二阶了。哎、欸，刚好这个问题，哎呀，碎、啊、哦，好猛啊！科技，科技好猛哦！万岁！哇，技灵啊！哎、欸，这次怪打好猛哦！哎、欸，有一只漏掉了，这漏掉了，去前面。哇，好帅哦！科技的力量。这太简单了、哦。我看到了，有辅助有差哎、欸，真的、欸。好猛啊！啊，继续继续。后面，他在乱顺。哎、欸，小精灵打我的话，会反弹到原本的身上吗？应该是反弹到小精灵身上吧。谁又死掉了？他、啊、怎么叫我？叫我反？哦，死了！按住右键比较快。哎、欸，我身上直接拿到、欸，哎，拿到我自己的了。一般来说，如果你身上有空位的话，直接拿到了、嗯。来吧，洛基戒。奥丁之戒。奥丁啊，要奥丁才是那个加血量。可是我没有、那個。我奥丁啊。你要装起来啊。我插洛基啊。哦，你要做三神戒哦。其实我觉得三神戒合起来没有比较好。哦。哦，所以三神戒是另外一个效果吗？三神戒就是三个戒指的属性合成一个啊。哦，那这样不是个上去个啊？我没有骰子吗？有吧？你刚刚不是拿在身上了吗？我只有破损唱片、真身之种跟马拉丁而已。你，哎、欸，蜘蛛，哎、欸，你的科技嘞？关掉了、科技满了。科技满了，科技的议题满了。QQ 移出，应该还是刚刚团团，不对啊，团团死掉，之前也有嘛，是吗？对啊。但反正你刚刚第一把是拿到王之宝药啊，对啊，我王之宝药，王之宝药，王之宝药。我觉得之后装备好一点，自己再来好了，先走了。你要打他后一场哎、欸，哎、欸、还一场哎、欸，不来吸个趴吗？哦，可是我在那还是拿到了。来，我装备先借你。啊啊！我过来，这个是干嘛的？怎么使用啊？你要有那个，你去箱子魔力，对对对，箱子拿个魔力板。什么啊？演魔法的吗？不是，这是神秘植物的。这个魔力石板，让玩玩借他寄完，因为你要整套穿起来才有用、哦，因为只有一个。有，我整套穿了。哦，我试一下啊。啊？怎么了？好、啊，然后对右键放开。哦，看到了。对我，干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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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右键队友，右键队友，右键队友。没打到、欸。火雾。有啊，有打到啊。哦。来，好帅哦！这个真的很帅，还蛮帅的。棒棒棒棒！我快死了。为什么？你打到我就死了。没有，剩刚刚是40滴血、嗯，然后打到现在剩大概10滴。他就放进去了，可以玩。对吧、啊？哈基，来玩看。我 last 走，我到家充电了。好，等你充完。还是你那边的科技力量要不要搬过来？科技力量？你不是还有另外一个科技力啊？那个科技量只能碰到那一个点哦。没有，可是他也是范围五啊，但是他的那个什么他是一次涂一只，不是整群这样。哎，音乐，啊，三合一戒指1.11后被移除了哦。他没有三合一戒指了，哇，那就怎么都不理你啦，你跟讲说
我没理到了，你就抖内我，我一定看得到啊。林北是泥鳅，你只讲林北是泥鳅，不理你。我让真的是，我要让我自己冷静一下。那你自己冷静一下。欸，可是不得不说，真的是我不知道是同一个，因为我这边之前也是有一个人就来只会跳针这句话。林北是泥鳅吗？对，他只跳针这句话，剩下什么都不讲。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个人。真的不能喝了。天意足之眼，对呀，也是想要魔力的东西。欸，不过这血量加上去好少，奥丁世界血量变金色的耶。对啊，多一排。你说奥丁吗？对啊，嗯，对啊。穿血魔法，血魔法没用，血魔法在里面就直接在被秒掉了，血魔法超烂。哎，安安，血魔法装备超烂的，烂。懒，已经不像血魔法一代这么好了。血魔法一代，我觉得它的强度，还不错，比龙魔法弱一些而已吧。嗯，我认为。你说把那个科技带过去 是？嗯，就屠宰机啊。我之后才要做，因为我现在还是在用观察者练武器。会用其他啦，可是因为那把药链是因为它的柄是仙人掌。量子装比较好吗？可是量子装的话，你还一直回去充电啊。血魔法不用啊，血魔法你只要祭坛设计好的话，你的防御是无限的啊。嗯，你看哈记打一场就要回去充电，打一场就要回去充电。如果是旧版的血魔法的话，基本上你的祭坛有持续供血的话，它是不会消耗的，不暂停不停的。对啊，嗯，这么想当泥鳅？对啊，你们不要搞到最后变成那个洗到最后就跟当初那个小蛮腰一样哦。我不得不把聊天室的规则讲说，你们只要打了这一句话，我就直接崩掉。那是洗太多就没办法了。对吧，啊？泰拉钢装应该比血魔法二代的好，虽然我没做过，可是它加的效果也蛮多的。西洋剑，但是西洋剑防御会把骨啊，很烦哎，欸，一直往后跳，啊，他一直往后跳。对啊，就看到我西洋剑在蹭墙壁了。那蹭到墙壁之后又被吸到中间去，对，这样一直这样子，强制拉回来，对。所以那个骰子它就是一共六个道具咯。对啊，就六个道具，六面嘛。嗯，一到六。它只有六种而已哦。嗯嗯，我刚刚去查了一下，是好像是三个戒指，然后一个苹果，然后一个刚那个钥匙，加一个眼睛，天意族的眼睛。嗯，醉了，拜拜。嗯啊，一代的装备真的比二代强很多，二代整个被大削弱。就是因为太强了，所以才削弱，有没有？可是龙魔法没有削弱，反而用的更强哎，欸。哎，欸，讲个东西，看他今天摆哪一？是因为龙魔法后期才能用啊，你的范围没错啦，这么广。阿纪，哎，欸，电池剩下四分之一哦。哦，没关系，反正我那个五颗。哦，怕打到一半。嗯，不是他自己刚不是说这个范围没有很广吗？你看得到那个吗？线条不是出来了？线条，啊，有吗？哪里看？有线条吗？有啊，右下角有个那个血球，哦，是哦，看到了。是在我要贴地面吗？还是不要贴地面？等一下，我去带我的那个扳手。看范围啊，雪球。雪球。我再站后面一点，我这边应该不会被拉进去吧？这边应该不会吧？我已经站很远了，啊，你就进来嘛。我装备在团团那边的啦，你就进来嘛。我进去会被秒杀，啊。来玩，保护你，做个战斗告示牌。好，然后范围升级显示。哦，我的范围是这样子哦。我反了，我把这个过来一点。天意族之眼，天意族之眼是不是可以传送用的，啊？那个传送用的，对啊，那还好啦。
欸，说不定之后可以寄你们的家，但我传送就不用等级了。可以哇，这范围有点大。上 OK， 那我们家这次在范围里面打就好了。哇，可以这样直接，哇哦，哇哦，哇哦，可以这样用啊？你原来不知道哦？我不知道，用什么？精华液直接倒吗？就没有，就是不用接管子，它可以用接管子直接倒上去。对啊，那你有物品的，物品你可以倒啊，物品看你要怎么放，这边也可以往左边吸啊。可是我现在没箱子，往左边吸、啊。有啦，我这边有箱子。哦，那之后我那边可以升级一下了。我不知道，我都接管子。你等一下，这个应该马上就满了啦。左边啊，它会吸到左边去啊。对啊。我物品传输插件啊。没有，我说液体啊，很容易就过8000了。桶呢？强化桶呢？没有，我说就是里面而已啦，里面。我说脚没有动。它传的很快吧？他直接倒出来吧，要不要先倒把我这边倒过去啊？你我这边满了，自己那个嘿，没有啊，可因为我等下拆掉也没啦，不是吗？好啊，你的范围你要怎么放？现在我范围是有点重叠，我看不到哈基的范围了。可是我是觉得地点要转方向吗？你们要不要放对角线呐、啊？对啊，放同一边。放对角线、电池，对、啊，招魂看起来很酷。这个感觉是，这个感觉是那个、欸。他自己要不要把里面的液体去那个？不用了，玩游戏，好玩才好玩啊。这个招魂感觉好转方，你又放错了。放好，拿反手敲他头啦。然后我的升级配件是不是被吸走了？哦、好小哥，哦，有了有了，红哎，好幸运的，红配绿哎，哦，幸运的哦，感觉站在这边就无敌，我就站在这边举动跟你们玩，好吧，那就那个了，我看你们全部卡住了，好了，来吧，来啦，你们现在是前后放一个机器吗？对，可以进来啦。不要，这次会简单很多了啦。没有，我被地板弄两下就死了。我现在身上一个装备都没有。真的主要是地板，我刚刚后来其实主要都是地板弄死，都不是那个小那个怪物打，地板太可怕了。这个我要自己打，我随时都可以打。哦，可以了，好了吗？我看你们不会动，哦，就动了，动了，动了。没有，是我们纯粹没动，只是我们都没动，微不动。我想说都卡住了，微不动，假装那个。好，就这样啊、哦。所以我真的举动、哦，这次没有很嗨的 BGM 呢。还没开？有啊，有吧？我没听到啊。但你们看的盖啊，都是全黑的吗？对啊。我骂嘛，但是有看得出来我们的那个。你靠近的话，看到自己 skin、啊、会看到自己的 skin， 对。哎，等一下，这样小精灵打不到，不就我反甲也没屁用了？小精灵到中间就会直接被机器弄死了。哎、好哎、我好像可以，真的可以全程举盾了哎。可是这样他会受伤吗、哦？他到底跑去哪？没有啊，好烦哦、我增加他们游戏难度啊。好哎，他站上去了。好地板。他还站，他还站。有啦有啦，他那个他是那个白白的东西打在我的那个上面，他自己会受伤。白白的东西，难怪我怕打到你。我现在终于看得懂他在干嘛了，天啊！刚刚那太混乱了。对啊，因为画面全都是小精灵，真的。所以你看那个白白的射出来射到我身上，他自己会受伤。哎、好痛啊、他应该第二阶了吧？还没。至少打我快啊！你跑去哪？哎、第二阶了啦，最好看的来了。哦，怪物语。哇，第二阶根本就是休息时间哎、欸！来看一下箱子里面啊！哇，已经一组骨头嘞、欸，太多了吧？怎么扣？是不是觉得我要把那边幸运搬过来给你用啊？就不用啦，东西满了啦，箱子满了、啊。箱子满了，已经过多。哎、欸，东西怎么没吸出去？是这个吧？里面那个太满了。东西总一吸出去，让我调一下。我之后是不是还做一个装置啊？让你感觉这样子刷很爽。我
之后就把我的线接过来，然后就做这样的装置。哦，下来了，下来了。结果那边机器都没打到哎、欸，继续射，继续射，继续射，对，射我，你要射，再射啊！他在哪里？他快被他快射死机了，嘣、啊！死了！哇，又没骰子，又给我破损唱片机。是不是我的骰子跑进去了？哦，这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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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啊。这不是我的，这是谁的牌骰子？这谁的？这里？哪里？地藏那边有一个。刚刚在繁星那边的，不知道谁的。刚刚谁的幸运进跑到哈基那边了，跑到哈基那。我丢出来，放箱子吧。那我的嘞？我又没有啦，我两个唱片啦。该不会又有？没有啊。该不会又有那个了吧？两个唱片啊。这是我的，刚刚丢出来的那个我的。哈哈。我去我国家看一下有没有我自己的。最后一下是我打的。哎，人球怎么没有啊？对。